C2C 義工團的 Natalie， 咁喺我身邊嘅咧就係另外一位嘅參賽者咧，叫 Cyrus 嘅。咁 Cyrus， 頭先我見你好淡定喎，咁而家完成咗個比試啦，咁你自己覺得自己表現點咧？我覺得我都有少少緊張㗎，咁咧其實就有啲故作鎮定。我諗大家參賽者都有咁嘅感覺。咁其實我覺得自己啱啱有啲手震啊，咁我盡量去自控咗，咁但係都好有少少難自控。咁我覺得自己今日嘅表現大概80分啦。咁我希望即係如果晏晝嘅時間有機會可以繼續去發展下自己的才能，咁都係一件非常好的事嚟嘅。咁啊，希望阿 Cyrus 可以順利進入去下晝嘅賽比試啊。